人如果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，我更希望出生在安道尔舍夫的平民家里。我无法在王权馆的那种环境里生存，因为我很清楚他们皮囊下面的嘴脸有多恶心。我是巨灵，欢迎来到安道尔舍夫。如果你要干翻王权馆，那就算我一个。我可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适合当个头吧，但是我不能放弃，还有很多人在依靠着我。李维坦，保护他们。我会让闭眼之蛇变得更强大。